大家好，欢迎收看《道德观察》三八节特别节目《温柔的力量》。在三八节到来之际呢，我代表栏目组的全体同仁向全国的姐妹们致以节日的问候。今天呢，要给您介绍的是一位外表看上去普普通通，但是内心却无比强大的女人。她六岁的时候啊，一条腿就残疾了，从此呢，命运的打击是一波接着一波。后来她结婚生子，谁知道儿子却得了血友病。再后来，他又离婚又离职，他一次次的倒下去，却又一次次的顽强的爬起来。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在泥泞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艰难前行呢？这个剪纸呢，是我们的一个发明技术，就是多层次立体表现手法。那么，可以看得到啊，这个马呢，就是它在奔跑。这个主题是叫做春风得意马蹄疾嘛。所以说你看马奔跑的时候，后面拖出来的这个拖影，可以看得到它隐隐约约的这个拖影，这样的话就是表现出这个马的速度。他叫彭茂林，是重庆简爱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重庆市血友病康复协会会长。很难想象，这些充满想象力的剪纸作品竟然是他带着一群血友病患者剪出来的。血友病孩子出类拔萃，他们真的做得很好。从2006年开始，彭茂林就把这群病友们聚在身边，带领他们自救创业。之所以走上这条艰难的路，彭茂林也是别无选择，因为他也有一个患血友病的儿子。如果我不通过这样的一个自救的方式，实际上我也很难摆脱。彭茂林的儿子王海波1987年出生，他8个月大的时候被确诊出重型血友病。当时孩子身上就长很多的这个青疙瘩，然后那个疙瘩也很硬，然后呢，我们去医院去检查，发现他的血小板也是正常的，然后呢，其他的凝血机制都正常，这才感觉不太对劲儿，才送到外面来检查，才查出这个病的。血友病在当时是一种少有人知的遗传性血液疾病，发病时产生剧痛，如果没有药，1个小时就可能危及生命。就是关节啊，还有这个肌肉啊，就发生出血，就是碰撞了它出血，不碰撞它也出血。那么出血呢，就出现内出血，它不会流到体外来。这种内出血呢，它就压迫的神经啊，这肌肉啊，这些的就形成一种就内部的一种压力，那么它就会产生一种剧痛。他经常会拿头去撞墙，然后我特别害怕。本来这种血友病孩子嘛，就怕受伤，然后呢，他就会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就头去撞墙。血友病会伴随患者终生，不少患者家庭因此一下子跌入深渊，苦苦挣扎。当时我们老家都说的是白血症，当时我们两个大人就在医院里抱着哭啊哭，什么都问过了，都说当时如果花几万十几万能把孩子的病治好，我们就是把房子卖了，就说反正都到处借钱嘛，都把它治好。结果医生的答案就是没办法，这种医生没办法。那时很多人，包括彭茂林的父母，都劝他放弃对儿子的治疗。就觉得这个孩子留下来是将来一个家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倔强的彭茂林从来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他拖着残疾的腿脚为儿子四处奔波。所以说带着孩子天南海北，只要听到哪儿说可以治疗就跑去。这种叫八因子的药是血友病患者一辈子离不了的。当年为了买药，彭茂林常年辗转于成都和重庆之间。到重庆这边来买药，那个时候到重庆还需要坐船，然后要好几天，然后他们就是用保温杯把，然后我那个冷藏嘛，用保温杯把那个药装起来。那个时候就靠买一个那个保温瓶，就那个送饭那种保温瓶，然后把那个药放进去。那个时候药也不像现在只有这么大一点啊，那药都跟那奶瓶似的，挺高的一个，
放在那个保温瓶里头，有时候从成都要送回来的话，大概需要2天多的时间才能送得到，就是我们家里头。那么这个过程呢，大概差不多一路上的起码要睡上十几个这种保温瓶才能把它带得到。那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买冰棍丢进去。血友病人无一例外的会遭遇药品紧缺、费用昂贵的窘境，患者家庭付出的是无尽的艰辛，日子却似乎都越过越难。因为我们过的日子基本上就是借钱、借钱还钱、借钱还钱，就是这样的背着债一直在过的，而且这个债务是越卷越大。我们那个时候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个老式的那种黑白电视，就是调台还需要转动的那种黑白电视。在儿子12岁的时候，丈夫不堪忍受这样的日子，选择了离开。离婚没有让彭茂林流眼泪，更没有让他垮掉，他再一次倔强地站起来。我不光要这个给孩子挣钱来治疗，还得要还债，还得要这个养活我们两个人，要活下去。在多年和血友病抗争的过程中，彭茂林结识了许多血友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属。他们交换着医疗信息，也交流着彼此的经验和感受，在这样的互动中缓解了不少压力。这应该是零五年的时候，哎，对，很晚了。零五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有网络了，因为我在单位上上班嘛，就有电脑，就有网络。我通过网络的时候，找到了那么一两个患者，然后通过沟通，大家都觉得哎，在一起还不错，见见面。哎，见面以后感觉哎，互相倾诉以后，就觉得特别放松，就觉得好像多少年来的这种压力哈一下就释放了，所以是那个时候就开始起念头，就觉得大家能够走到一起来。原来以为命运单单对自己不公，没想到啊，这么多的家庭都有血友病患者。彭茂林是陷入了沉思，怎么能为这个群体做点事情，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也让这些人不再陷入困境甚至绝境中呢？2006年，彭茂林和他的病友家庭开展了重庆有史以来首次血友病患者医疗救助活动，并注册成立了重庆市血友病康复协会。走到一起来以后呢，我们才发现这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就是这个向政府呼吁啊，让更多的人了解啊，然后才开始做这方面的医疗渠道啊、疏通啊、药品的这个进入啊，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些事情。从互相交流到争取血友病进入医保，社会上的热心人士不断加入进来，政府相关部门也介入进来，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大家也慢慢找到了信心，看到了希望。而这时，彭茂林又开始思考血友病患者的自立自强之路。我就觉得这些孩子现在靠的父母不在了以后，他们完全没有生存能力，他们从小辍学，长大了既没体力又没脑力，怎么办？大概有将近10年时间吧，就我就完全待在家里面，就是看看书啊，然后因为我喜欢画画，就是自娱自乐，相当于画画，就是然后其他没有从事任何工作。彭茂林曾想组织患者打游戏，也曾想带他们做网络设计，最后他想到了自己从小就有的一个技能，剪纸。第三次呢，是想了半天想不出更好的辙来了，就想到我这个剪纸，因为剪纸本身是我的一种业余爱好，本来应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起是不是教他们做剪纸。没有地方，彭茂林腾出自己的家，没有经费，他贴上自己的工资，剪纸工作室就这样办起来了。病友们立刻对这种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早上
5点多钟，天一亮，你就听着拐杖就在那楼道里头咔哧咔哧响，就有人进教室了，就开始去练习了。晚上，因为我们是夏天嘛，晚上的时候特别这个蚊子特别多，他们把那个这个叫什么裤子遮到起，然后点上蚊香，都在那里一搞到11、12点，喊都喊不回去。病友们的剪纸技艺在不断进步，他们还独创出了多层次立体表现技法，并获得国家专利。2010年，在重庆市妇联等单位的支持下，彭茂林申请了母亲创业微循环项目，开办了微型企业重庆市简爱工艺品有限公司，他们的作品屡屡被收藏。新嫁娘那个，当时是在中南海那儿拍出去的，哎，他是拍的15万嘛。最大的愿望，我是希望，就是在剪纸上面，我能做出一些成就吧。自助、自救、自立是这个大家庭的主题词，病友们重新树立起了生活的信心。彭茂林的儿子海波是当年被医生判定只能活3个月的血友病孩子，因为得到妈妈不离不弃的救治，他不但活了下来，还弹得一手好古琴。在2013年中德艺术周活动中，他一首韵味悠长的演奏获得了大奖。愿望的话，那肯定是让我的古琴的技艺更加提高，能达到另一个水准。彭茂林的不懈努力为他带来了一项又一项的荣誉，全国十大母亲、中国优秀经济女性、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重庆市38红旗手。然而在彭茂林看来，血友病患者的剪纸作品和儿子在古琴上的成绩，才是对自己20多年付出的最好回报。彭茂林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生命总会绽放光彩。我们注意到彭茂林在创业过程中啊，也得到了相关妇女慈善公益项目的帮助。那么到底有哪些项目广大女同胞可以去申请？申请到这些项目之后能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了全国妇联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秦国英副理事长，请他为我们做一些介绍。秦理事长你好。你好。我想问您啊，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广大女同胞都有哪些慈善公益项目呢？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呢，成立20多年来呢，我们一直是围绕着妇女的权益保护以及妇女的发展来开展我们的慈善工作，主要是以项目为依托来救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母亲和家庭。比如说在解决基本生存方面，我们有母亲水窖项目，就是帮贫困干旱地区的母亲、儿童、老人解决他们的饮水困难。母亲邮包项目呢，在救灾过程当中呢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呢，在母亲的发展方面，我们有母亲创业循环金，也就是说呢，给母亲这个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或者几万块钱的小额贷款，他们用这个钱呢来发展生产，在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收入的时候呢，然后再还给妇女发展基金会，再贷给另外一个妇女。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关于妇女健康方面的项目，比如说母亲健康快车啊，这个在全国呢，我们目前有2500多辆健康快车为我们的母亲、儿童来进行服务。比如说健康方面的义诊呐、高危孕产妇的转送啊，等等，还有两癌的救治啊，就是我们的女性哈，如果得了这个乳腺癌或者宫颈癌的时候呢，可以通过申请渠道呢，让我们的母亲能够获得10000块钱的支持。我们也开发了一些新的项目，比如说针对灾区母亲的母亲安居工程啊，帮他们盖房子。还有呢，就是这个独居的母亲
我们叫做失独母亲的帮扶计划，还有像这个家庭教育的项目哈，这个自闭症儿童家庭的一些帮助等等。我刚才听您介绍那么多丰富多彩的项目哈，就想说这些项目在社会上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这个作用虽然哈每年的资金也就是几个亿哈，但是呢它对社会的这种示范引导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而且切切实实的呢让我们的母亲啊、家庭孩子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帮助。那如果是今天啊我们的观众朋友正好看到我们这期节目了，他们也有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那些困难，那他们怎么去申请这个慈善救助项目呢？这个申请慈善救助项目有好几个渠道。一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全国妇联的系统哈，就各级妇联组织来向我们来申请。第二呢就是说呢可以直接啊向我们妇女发展基金会来进行申请。第三呢就是登录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官网，里边呢相关的这个渠道也有，比如说这个叫做资源下载这一块就可以来申请我们的项目。这个渠道是非常畅通的。好，非常感谢秦理事长，谢谢您啊。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呢，可以按照以上的渠道来进行申请，也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三八节特别节目《温柔的力量》。我是徐俊，明天见。